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，覆盖着全身，可以保护体内各种组织和器官免受侵害。但由于皮肤直接与外界环境接触，容易遭到损伤，而芦荟胶对皮肤有着良好的保护及修复作用。实验一，使用效果对比。这是一块普通的塑料泡沫，和皮肤一样具有隔热、减震、保护的作用。这是市面上治疗跌打扭伤、皮肤瘙痒的红花油，我们把它滴到泡沫塑料上面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红花油滴到泡沫上，泡沫很快就被融化，形成一个窟窿。现在我们将佛号芦荟胶涂抹在泡沫塑料上面，均匀的给它摊开。我们可以看到芦荟胶在泡沫上形成了一层保护膜，而泡沫的内部并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实验证明，使用红花油会引起皮肤不适，伤害皮肤细胞，而佛号芦荟胶对人体各类皮肤创伤具有明显的修复效果，是皮肤创伤的良好愈合剂和抗溃疡药剂，并且它温和不刺激，长期使用也不会有任何副作用。实验二，抗氧化还原实验。碘酒是一种强氧化剂，遇到抗氧化物就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，碘会还原成无色的碘离子。将加入碘酒的纯净水分别倒入两个杯子，现在我们往其中一个杯子挤入3到5克左右的佛号芦荟胶，然后用玻璃棒进行充分的搅拌。5分钟左右，我们可以发现放入佛号芦荟胶的水颜色已经逐渐的变淡，最后还原成无色的清水。实验证明，佛号芦荟胶含有库拉索芦荟、甘草、洋甘菊和燕麦精华等天然活性成分，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，能够减少自由基对皮肤的损伤，延缓肌肤衰老。